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下2022年加州最好的五个华人学区。2022年 Best School District in California 排行榜，斯马利诺学区 San Marino 排名全加州第七名， Arcadia 学区排名全加州第九名。排名第一的呢是位于北加州的 Los Gatos Saratoga 学区，第二位呢位于北加州的 Palo Alto 学区，第三位为洛杉矶的 La Canada 学区。在加州，由于南加州的教育口碑尤为突出，这里的学生毕业率以及被大学的录取比例都在全国居首位。南加州最好的五大华人学区呢，有第一 San Marino 学区的 San Marin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， 第二呢就是 Arcadia Unified School District， 该学区位于洛杉矶县，全学区呢有学校11所，学生与教师的比例为22:1，平均的 SAT 的成绩为1789分，约 84% 的学生呢深入大学。 Arcadia 高中为学生提供了数十门的 AP 和荣誉课程，今年年初学校还投入了380万美元新建的图书馆、媒体中心以及食堂。高中的乐队呢还参与了今年的 Super Bowl 的表演，所以呢这个学校是多才多艺的学生特别多。第三呢就是南 Pasadena South Pasadena Unified School District， 在洛杉矶地区排名第三，整个加州排名第25位。学区好，房价在地区内相对偏低，又吸引了很多的新兴的中产的华人置业。第四呢就是俄湾的学区 Irvine Unified School District， 的俄湾学区呢在加州学区排名第15位，全学区的总计有39所学校，学生的 SAT 的平均成绩为1813分，约 85% 的学生呢深入大学。学校多次被授予为加州杰出的学校、全美蓝丝带学校荣誉。还有 University High School 和 Northwood High School 这两个学校呢均未被评为2015年加州金丝带学校。第五呢就是核桃谷联合学区，也就是 Walnut Valley Unified School District， 位于洛杉矶的东边，在加州排名第25，有近15000名学生分别就读于15所学校。学校呢学生和老师的比例是24:1，被授予为加州杰出学校、全美蓝丝带学校的荣誉。其中呢亚裔的美国人占了63.6%。好的学区呢使这个学区的房价略高于周边的城市。2022年的全美100宜居地的名单中，这里还多提一句，如果你是以孩子上学为目的来买学区房，教育成绩则是首要的参考指标。在一些州政府通过 API 来衡量各地中小学的综合排名，通常分数呢超过800分的学校呢就属于比较优秀的学校了。如果是以投资为目的的买学区房，或者首先要考虑的是在经济发达、人口密集、房源需求高的地方，那相对来说风景好、资源稀缺的地方，房子的升值空间也就会更大了。知识就是力量，信息就是财富。我是迪斯兰世界的陈森里，点赞关注不迷路，迪斯兰世界来带路，我们下期再会。